All I wanted was a bit of honesty, but you were frightened and never really wanted me. When I asked you if you wanted to be more than friends, you went ahead and lied. Now I'm crashing, trying to get back on my feet, but it won't happen as long as you're still haunting me. So I'm writing all these songs to get you out my head, but the memories stay behind.事情，然后就要进公司了。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OOTD， 非常的 casual。应该是这样子，他到时候会是比较即兴的去写那首歌，就是要把 product 的 feature 加到歌词里面去。一个哦，行啊，可以。Hello， Hello， 哎，你可以讲普通话了，快点，我的观众。Hello， 大家好，我是 Mira， 我现在是素颜，然后后面这样子露脸，好，就这样，拜拜。哦，表单最近进度啦。现在 Hannah 在做新生训练。所以我们吃饭要很小声。肥牛应该是你，肥牛应该是我的。对，太烦了，太烦了。嗯，可以再调一下。好，你买吗？可以。现在也可以买，可是一点酸辣，酸辣都没有。我哋星期五要準備在公司的櫃會介紹自己，那我們就要 share 我們的相子。那 Hannah 呢？我不想煩了，我不想找一些做作的相子來幫我拍。是，他就想我現在幫我拍一張。那我現在就要幫你了。賢妻良母嗎？這個的 concept 是什麼？真的不用擦回唇膏行不行？你看看。 Oh shit 麻煩 delete。 我只有攤張做作的東西長腿上算嗰啲醫脂啊，唇膏搽到好紅啊，嗰啲咧，最緊要係咩？大 con。我們上一次看了家具嘛，我們這次，還是看家，我們是看電器。辦公室還要添購冰箱跟 microwave。還有什麼嗎？沒有，沒有了，主要是這兩個。嗯，對，好 ，OK。會員價。他買的會真的有風風的。Too much on my brain, but got it good, can't complain. It's like I'm losing my mind, and time's hard to find. What's a girl gotta do to catch a breakup? 今天忙到比较晚，然后我有点不想进厨房了，所以我刚泡了一个燕麦饮。这个是我中学时候的回忆，我去拿给你们看，因为我记得这条好像有分享过。当，就是这个。我之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每次回去都一定会打包个两三袋。它有很多口味，什么抹茶、草莓、原味，但我自己是最喜欢原味的。其实它也没有到多健康啦，可是就解馋啦，或是肚子饿的时候喝一包，总比你去吃一包薯片好。这是我前两天在Yoho下订的，然后因为前几天是那个 Serena 的生日嘛，然后我明天呢跟另外一个朋友约了要跟他一起吃饭，但其实他不知道我明天要去，他以为他只会跟另外一个朋友吃饭，其实这个朋友是谁你们明天就知道了。总之我们就是串通好了，想说明天我就突然出现，然后就生日快乐这样。虽然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过生日的人，但是帮别人过生日我还是很乐意的。然后我想了很久，就到底要买什么礼物给他，我最后选了这个 Instax 的拍立得，然后我选的是粉红色的，因为他的美容院整间都是粉红色嘛。底片的话因为 Original 的缺货，所以我买了这个 Macaron， 就比较梦幻一点的颜色，然后另外一个反差很大是黑白的。我想办法找一个好看一点的袋子把它装起来，然后明天送给他。我现在赶快弄一弄，准备要回去工作。对，虽然有点突然又很 cheesy， 但是我是真的很感谢
就是新的同事们帮了很多很多的忙。之前我的话比较像是我习惯什么事情都揽回来自己做，就算有一些我觉得可能已经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东西，我还是会说好，那我来，因为我有种该死的好胜心，就觉得如果我今天说我做不到，或者是我觉得我的 workload 太满了，那就表示我的工作能力不够。后来发现说真的分工合作是多重要的，然后我现在有时候看着大家都很忙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哇，如果我没有找到这些伙伴的话，那我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地狱里面呢？没有啦，一点小小的心得分享。我其实有点想要把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心路历程录成一个 podcast， 对，这个是我下一个 idea。사랑이런것은목매달리지않게해줘난그냥자유롭게멀리날아가고싶어 Good morning everybody. Good point. 现在时间差不多，准备出门去上班了。今天不管怎么睡都觉得好累，早上起来也好累。我现在年纪大了，真的没办法熬夜。只要我前一天晚上稍微晚一点睡觉，我隔天就起床的时候就很痛苦，起不太来。以前到底是怎么可以？就是活着那样子的 schedule 的，对，我现在真的没办法，我现在老人一个。因为好了，看来你又不用运动了。对，我想要运动了。咖啡哦，咖啡哦，咖啡。我现在写今天晚上要给 Serena 的卡片。这个网是在南风沙场买的。的小海星，我做什么他也会笑。哎、欸，等等，那是什么？小谐星的，伊登的歌，小谐星。哦，我要小海星是 starfish 哦。海星啊，你妈！海星啊！我们今天全公司一起下班。哎、欸，我这个我有全衣裳 ，Oh my god！还是女的？为什么看起来很失望？他说这个会令你很开心的说，好，你有开心吗？你先说。有。Both called it from the beginning. Called it. Knew that the right to be nice. Knew that the right to be in us. We do what we gotta do to stay winning, winning. Fuss and the fights will keep in trust.我今天跟 Vicky 偷了一个挖 cookies 的袋子给你，里面不是挖 cookies， 里面不是挖 cookies。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一个这个？감사합니다。我突然讲韩文。감사합니다，사랑해요。I'm happy on my own.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Fewer dishes to be done I'm never running behind You're never on my mind No longer thereMake me come.
楼上，我现在开始施工了。还好我最近都有进公司，长时间不在家，不然 work from home 真的是蛮痛苦的。现在时间差不多，我要出门了。然后呀、yeah, 跟大家小 update 一下，就我们这几天正在准备搬 office， 所以这一支 vlog 应该是大家看到我们在就是现在的那个办公室里面的，应该是最后一支 vlog 吧。不知不觉我们也在那边好像快两年了吧。哦，两年了。这个是 famous 的包包。 This world is so unkindOne day you're king, the next you're crucified. What good is true without love? What good are we if just flesh and blood? 快杯茶，我帮你快杯茶。刚刚有一瞬间，我快要睡着。真的还好，今天回过神了。行。我怕那个重。哈哈。搬走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嘞？啊，你有喜欢走廊湾是不是？没有，他们是有点忙，在干嘛？在干嘛？哦哦哦，我现在在交流的 last moment 哦，讨论呗，讨论，我们之后就变成 query 呗。因为我们是下个礼拜要搬家嘛，然后我跟伊娃明天有一整天都不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先打包，准备要跟这个办公室说拜拜。拜拜。OK collection， 那近一点给大家看，我发现我的镜头是歪的。OK collection， 现在是早上的6:15，我大概5:30就起床了，因为对，因为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拍摄，然后我们是从我的7:00要 on call， 然后我今天起床的时候眼睛又开始痛了，所以我今天又只能戴眼镜了。我感觉每次影片的最后都是戴眼镜结尾呢。我跟你说，我真的超怕起不来，所以我昨天的那个闹钟啊是这样子。等我一下哦，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闹钟长这样。而且我还不是只有调一个哦，因为我平常真的太容易会听不到闹钟。我自己的手机调了之后，我把之前那个备用机也再调了一次。我想说，两只手机我总不会醒不来吧？我昨天超紧张，我只想说，哇，完了，我现在睡下去，我会不会就一定会睡过头？还好，差不多准备出门，拜。我们今天来拍宣传片，对，我今天5:30吧。好，那你比我早，我六点。我今天大概开了大概30个闹钟，我真的超怕我起不来。我有5-6个吧。